中华职棒在今年度即将在11月25号。各位观众，我们再回到台南棒球场，这边统一狮队是欢声雷动啊！今年度亚职的代表权，统一狮队总裁哦，林昌生总裁啊，是从中华职棒联盟赵守博会长的手中啊，接获了象征最高荣誉的年度总冠军的奖座。同时呢，统一狮队也代表中华职棒啊，即将要在今年的11月底哈、来打亚洲职棒大赛，在台湾举行的亚洲职棒大赛，他们也是史上第一支三度打进了亚洲职棒大赛的队伍。到时候会不会刘富豪再有没有天天三分炮的啦？结果嘣，又三分炮。哦，如果打击没有问题了啊、如果参加亚洲职棒大赛的话，尤其是先发投手的部分，还要多加油。不过时间在11月中之后，对，还有调整的时间。就隔离啊，这属西部会不会好伤好了？应该也要好的了哦。个人奖项，首先要颁发的是今天的单场 MVP， 就是在首局抢出满贯全垒打的张泰山。林昌生总裁来为我们张泰山颁奖。同时呢，张泰山也是这一届系列当中最优秀球员，恭喜张泰山。总冠军赛最优秀球员，我也请总裁来为张泰山颁奖。泰山不但获得今日的单场 MVP， 也是在狮队的最优秀球员。中华职棒代表台湾出战亚洲职棒大赛，而门票呢，也即将在10月24号中午13点，中午下午的1点，将在全省 7-Eleven 的 iPhone 售票系统来开卖，请大家继续支持统一狮队出战亚洲职棒大赛，也恭喜统一狮队以及王敬明。继续呢，现场就让我们把主持交给统一第八座的总冠军，也超越了另外一支元老球队兄弟象队，史上独居第一。马上要来帮各位狮迷来访问统一狮队在这次总冠军赛所有的有功人员。我们要先请苏丹安苏领队，领队。
要扣薪水哦。领队先跟大家谈一下，封王的感觉是什么？领队还好吗？还好，还好。啊，首先，我有六个感谢。第一个感谢全国所有的同一市的市民，还有现场的球迷，一路来对我们的支持。第二感谢，我感谢统一企业，还有统一超商两家母公司对我们统一棒球队的支援、行销方面的各种support， 让我们有这个能力来拿下总冠军。这是第二个感谢。第三个感谢要感谢我们的教练团，尤其我要感谢李总教练。在八月中过后，我们球队陷入低潮。那这边真的非常感谢我们李文生总教练。在这么伤兵累累的一个团队当中，运筹帷幄，调兵遣将，将士用兵，让我们打出了7连胜。然后来拿下，顺利的拿下这个总冠军，我要非常的谢谢李文生总教练。领队，接下来的感谢可能要说快一点。好，接下来感谢还有现场的选手们、加眷属们，还有也要感谢我们的媒体。最后谢谢大家对我们同一师的统一赛门市的支持，谢谢。好，谢谢领队。各位现场的市民朋友，吕文生总教练来了。第8座冠军，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现在封王的一个感想。其实这也是大家同心协力，因为很多人的运动需要大家的力量。那在此最要感谢的是第3站能够几度万民的统一市民来帮我们加油，谢谢你们。飞总，过去你有一个绰号叫做吕七场，因为都打满7场，非常的辛苦。今年只打5场，今年有没有比较轻松一些？因为今年主力投手伤病比较多，所以刚开始开赛的时候，就预告大家说今年适可而止就好，所以在第5站就结束了。但纳米狗也是一支很坚强的球队，在这里令人敬佩。谢谢，谢谢飞总，你有点惨，放你回去。现场的市民朋友，森林王子张泰山，泰山，先来谈谈这场比赛。你有全垒打，但你也发生了失误，想必你内心应该都有蛮多的感触哦。在新农牛队、味全龙队到现在的统一狮队再次封王，跟大家来分享你现在的心情。我现在的心情非常高兴，因为我去年失去的在统一拿到了。有太多的话真的是很难讲，在这里台上谢谢支持同一师的球迷，谢谢你们。好，现场的市民朋友，最后我要问张泰山最后一个问题，你要不要在同一师队退休？我一定在同一队退休，谢谢。千千万万的市民，
接下来是，哎，我看一下，他可以抛物熊，你们爽不爽？先来谈一下蜂王战打出全垒打，来谈谈这次全垒打，在今天打出了这次全垒打，只有一个字，爽！除了爽之外，还有没有什么要跟现场所有支持你的后援会、所有的市民、电视机前面的同一支队球迷来说几句话的？我很感谢统一狮的球迷，我来到这边第六年，我拿了四座的冠军，有你们同伴，我觉得好幸福哦！哇！谢谢 Tucky， 好恐怖啊！各位的狮迷朋友，残酷擂台，现在站的是高国去。跟现场所有球迷来讲，你疯了吗？你醉了吗？我还没有，我只想讲，我爱你们。好，今年的台湾大赛只打了5场比赛，就拿下了冠军。今年跟大家来谈一下今年打台湾大赛的感觉。很辛苦，已经好几天没有睡好了，我现在可以好好睡了。高国庆。你的太太在哪里？跟她挥挥手。啊，到处都是啊！哇，你好花心哦！亚洲职棒大赛11月25号到29号即将要展开，我来体育台，我来电视网为大家现场直播。亚洲职棒大赛，你最想对哪一支球队？日本火腿大比修。你要打爆大比修吗？不是只有我，全队都要打爆他！啊，谢谢高国庆！现场的市民朋友，雷奥福好！哇！小朋友来谈谈现在疯狂的心情。小朋友，不会讲话了。什么？你在叫什么？大家没听清楚吗？打折了，打折了啦！哦，刘富豪计较 kill， 老板明天一定加你薪呐！哦，好，来谈一下疯狂的感觉，除了打折之外，可以再经过一年再拿下总冠军，我真的很感动。你们是开不开心？好，最后一个问题，亚洲职棒大赛你最想对哪一支球队？为什么？软体银行。为什么？山内俊哉 ，Come on！ 谢谢刘富豪，祝你一切顺利。台南是我们的主场，你们开不开心？我们赢球是不是要庆祝一下 ？It's party time， music！ 有 music 吗？有哎。再跳下去，我们就要播到12点了啦。现在在我旁边的是周广胜，阿广来谈一下，上一次封王的时候你是替代役选手，但这次总冠军赛你打得相当出色，成为球队主力选手，来谈一下这样子对你来讲封王有没有什么不同的？